我今儿回家，我就发现我们家猫在搁这儿。我走之前它就在这儿，从这儿出来。我说怎么我回来还在这儿？因为它从来都不在这儿待着。安吉拉，安吉拉，然后再一看，咦，这是谁呀？元宝，元宝，元宝，你怎么从那个屋？你不仅越狱了，你还从那个屋栅栏里面出来了？你怎么出来的呀？安吉拉。你是不是欺负人家了？安吉拉，叫你呢。那，你出去，快！元宝，哎呀，我来救你了，元宝。哎哎，我看你没有任何要怕的意思啊。给元宝刷背后，没事了，刚把壳刷了一下，好了，看，之前他自己在他那个盆里面，水盆里面泡，又上那个土里面去裹去，全是白的，现在刷掉了，好了，元宝，我看看你，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元宝，回家吧啊。在越狱了，听到吗？看这个架是吧？应该还是挺容易出来的。那我就不给你放这个盆了。拜拜。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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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